时间对不上，出河的时间整整早了170年。龙丹有意，还是得跟孔明智慧一商量。不知会对这方天地造成多大影响。冰凝，罗烈，太好了，终于盼到你了。还活着就好，我就知道一定会找到你的。都怪我太轻轻杀千里，才让你受苦。身体可有恙？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多亏了云武，他在龙鳞幻界寻到了孔离前辈留下的信息。真是帮了大忙了。这所小院闹中取静，主人一定是个心思温婉的人。等你见到了月真就知道，他跟温婉二字毫不相干。看来你与孔雀氏族的人相处得不错。孔离前辈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月真姑娘又悉心照料，如今我的功力已然恢复，还突破了阴阳境初级，诸天龙象诀已满炼体10级，之后便得借助东皇定天诀迈入阴阳境了。来吧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烈哥哥，出事了！你听见了吗？是那颗龙蛋。走，去看看。这龙蛋怎么了？那么大的动静！是啊，难道要出事了？白天三玉，里面好像坐了个人。还是一个女人，不一般的。国师，不，夏千里。你到底对雪冰凝做了什么？放心，他好得很，那么珍贵的影子可不会磕了碰的。影子，你为了设圈套引我入局，可真是煞费苦心。曾有一圣女欲求道祖之尊位，将灵魂堕入黑暗，开启一场注定血流飘落的战局。你是魔族？你是圣明子将士的最好容器，你可知我苦苦寻找了多少年？邪道，休想！诸天龙象诀，你竟然也是！不对劲，怎么回事？真气在外溢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你是什么妖魔鬼怪？怎么是他？吕月，是瘟神吕月。不是已经死了？是吕月吗？居然是他！传言其神出鬼没，擅长制毒用毒，所经之处瘟疫横行，所以也被称为瘟神吕月。这就是梵天商会找来的人？我真的没兴趣和同辈人交锋，毕竟无人可以抵抗我的瘟疫术法，哪怕你是拥有五胎道骨也不行。五道神师道同修的确少见，可是对我而言，你也不过是需要我花一点点时间
去解决的麻烦罢了。张山独光，关爱追逐真气浓厚的武道之人。小小毒蜂，你与游龙相抗。舍心术法，好身手。同级别的修为中，两少年都是不可多得的天才。吕月这样的神师若成了大气后，终究是祸害，倒是那个萝莉未来可期啊。为这么个毛头小子不惜与梵天商会作对，值得吗？引他为知己，无关乎他到底是谁，只凭本心结交。这位少年王并非金兰国人，而是北水国的双王继承者罗烈。管他什么身份，赢了比赛才能让老夫另眼相待。气场倒挺足，只是不知武技如何。连龙族都来了，看来都是想见识一下你这个外来的少年王是如何碾压群雄的。运通四海，五运昌隆。十国来者未必都是为了比赛，其中不乏与梵天商会有牵连的人。既然承诺国师，必会全力以赴。小王爷，群雄虎伺，量力而行，我会在看台上为你祈福。本君代表金兰国所有臣民，欢迎各位英雄少年、贵宾、家客到来，望各国少年各尽所能，一举夺魁。此次大赛，本王特地禀明国君，将分组晋级改为团体混战，以便选拔出最顶尖的少年武道奇才。胡闹！赛制岂是说改就改？分明是意有所图。罗烈既能引发九龙笑月，何惧赛制是否有变呢？若有异议者，大可退赛。若无人反对，本王宣布，此次六国少年争霸赛正式开始。炼铁八级还是不稳，本想着一直闭关到大赛前，尝试突破下一层。哼，好一个百里商，竟然将赛程提前十日，真是给他误打误撞上了。唉，无论怎样，十天时间都不够突破啊。要是二十天就好了。十天不见得就真的无法突破。愣着干嘛？你若不找我，何必接棒呢？难道真的要做玄狐济世的医者不成？不愧是玄师不治榜位列第一的暴力鸟，够爽快直白。不过我更好奇，一个敢在龙鳞幻界中得罪龙族的人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越少越安全。罢了，我只关风华正盛的龙在当下，是否真的有本事治得了我的顽疾。说了多少次了，要善待我。美女姐姐，给我差不多也行。爱美之心，人不妖兽皆有之啊。